下面这个地应该比这个地都好，都好。下面比这个好，比这个还好。嗯，在哪里？下面一点不会差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因为这些人呢，他比个地，有些人他不敢站，那就两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为什么好？你看，实际上是这里是一个开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龙是抱着那个位置去的，龙是抱着那个位置去的，其实它这个整个地的龙骨啊，还在先在下面的，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下面，抱不到位了，对不对？再下去一点以后呢，只是说这个被树枝弯树腰树挡了，直接把这个位置刨一下。下面的人该站得见吗？这个位置刨一下。这里是土来的，是土杆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土的。我老爸说土的。肯定是土的这个位置。对对。因为他这个是正常的停在这个位置。这就停在这个位置。我们下去看一下，肯定不错的一个地方。我刚才我就想说在下面，讲得我一想，对，就在那下面停了一点点。下面。随便比你上面多好，上面好，包的好啊。行。哦，就这里吗？这里开了，你看，这里是虎口的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龙是这里是像小虫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说这里面那小虫。对啊。现在我才看得清楚。对啊。刚才你到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上面看不到，你上面那个房子，上面这一片你都看不到。看不到，就你现在我看了，就那一层小小的，不是很明显，对呀，不是很明显。就飞过来，你看，下面一层，你看到这个位置，对，还有最高的层，你看围到那个位置去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去年的话一直没下雨，干了，以前的话一直有水的。哦，那更好，这个顶树那点比它还好，因为它那个是堆出来的啊，它那个是堆出来的，后面的月台，对不对？对，外台是这个自然的，对，这个自然的，对你这个自然的，这位置刚好，你看，我们过来就是。啊，一个小坝了，对，这个小坝，对，围过来，你看，有三桶，这个算一桶，那里一桶，最高的一桶，怎么过去？对，我知道外面有两桩，但是我不，你现在真的下来的话，才看到这有那一层，那一层。哎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后面来，哪里路是很关键的。对，路是很关键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一满山遍野的顶，那个就没有意义的。哎，这个师傅今天来的。有价值了，有价值，真的有价值了，真的，搞起来说难听，这就是我的，搞一点都不一样了哦。对，最正是哪个位置？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就这里是。我怨你这里不怨上面，我笨一点。他那个底说难听的还没有这个好。你如果真的下来的话，就到这里。哎，到时候你站的时候，就稍微把这个挖下去一点的就可以了嘛。你不可能就放在地面上。对。你把挖到差不多挖到这个高度的程度。这个泥土有讲究吗？你下去以后土是肯定是变的。变的。肯定变，你放心。真的，你找这样的很少的。啊？也很少的。对呀、啊。你放心的了。哎，我那边去找这样这一点点的很难找，很难找的。你不要去觉得比上面的什么那边不是，我们就跟你讲一下，分解一下为什么我说这里是上面是靠金星，但你下来那个金星还在上面呢，对不对？金星不是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它没开张了，上面没有开张了，对，左右是空的，只是后面有靠，对，这个位置的后面又有靠了，左右你看这个，对，左右没有，上面左右没有护住呀，对。那一种对不对？金星它不是跑掉了？对，它还是在后面这个位置，那它刚好落到这个位置，落停了。对，你到这个位置，它刚好就开窝了，是吧？哦、开窝这个位置。对。啊，叫金星不开口，神星难下。那个位置是有个摆，给它这样开窝啊。开窝了，这个不是一个窝在这里还没看出来。